小心点！你把我放出来，现在你要杀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杀了我朋友，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不为道义，只为私仇。哼，这才对嘛，王小石。为私仇杀人才算是能耐，为大道理杀人那是傻子。来吧，快点把你弄死，我还着急去见我儿子。我儿子没死。 这次我没骗你，是吗？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了。 别杀他！他也是个可怜人。他杀的那些人，比他更可怜。 杀不了的人，我就为人所杀。你现在可以杀我，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，踩死我。